3月29日 ，XO 成员朴灿烈正式入伍服兵役。至此，灿烈将成为第5个履行兵役义务的 XO 成员。经纪公司 SM 娱乐表示，灿烈3月29日已现役入伍，不会公开入伍的场所和时间，也不会举行其他的活动。朴灿烈在入伍前一夜通过粉丝社区表示：“我会平安回来的，不要担心，好好睡吧。”直接向粉丝们传达了入伍感想，粉丝们纷纷留言：“朴灿烈，祝愿你平安健康，我们爱你，灿烈，等你健康平安归来，平安回来，我们爱你。离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，爱你，你平安健康就好，我会一直跟随离别，只为更好的重逢。我们等你回来，灿烈啊，只求你健康平安的回来，我们等你，愿你平安顺遂，喜乐无忧的等你回来。”